怎么搞的？一共考4门课程，你竟有3门不及格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真怀疑你当初的大学是怎么考上去的。你抄的，怎么了？那就应该给你清除出去。你有证据吗？怎么想吵架呀？我没想跟你吵架啊，是你怀疑我，那我能怎么说啊？你怎么考上大学我不管，可我告诉你，下次考试你再有这么多成绩不合格，就请你自己回家去，省得学校劝退，不参加自习，这怎么可能学习好啊？妈生病了，我要回家照顾我妈了。没事了吧，老师？妈，中午你怎么就回来了？耽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提前回来了。妈，你包里什么东西啊？那么多？没什么，就是乱七八糟的。那个，咱们中午吃面条啊？瞎弄呗。会切吗？不会，学呢。哎，妈教你。来，来来来，把刀给我。告诉你啊。先把它中间切开，看，用这个手啊，逼着刀背，那这样一下一下的啊。你看，这宽窄粗细啊，这就能出来了，知道吗？那你试试。嗯。小。笑，妈，你别说了，我切着手。不说。不错呀，这比你爸擀的强多了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跟你比还差得远呗？跟妈比，你还得再学2年。笑。妈，你再看我这回切的行吗？嗯，好多了。妈退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今天屈叔告诉我的。妈退下来了，你就上那建材公司上班去吧。我不想去。为什么呀？你这孩子，你到底为什么呀？啊？正好啊，是不是又挨老师训了？文凭还不太好拿呢。现在呀，除了个体户不需要文凭，什么都需要文凭，没文凭哪行啊？文凭，文凭，都为了文凭去死吧！算了，别生气了。要不我请你吃冰淇淋？我去。去吧。心情不好，回家了。哟，你今儿怎么回来那么早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，拿一边去。啊，去，把那面条下了，妈还没吃饭呢。哦，秀呢？扫大街去了。那事儿你没跟他说啊？说了，跟你说的一样，人家不同意。我早说了吧，你们还不相信。那你单位那边呢？怎么说的？同意了吗？我都跟老屈说完了。现在就差一个医院的诊断书就可以办手续了。你看，那东西不都拿回来了？哎，秀没说为啥不去啊？没说，怎么问都不说，死倔。这不，一赌气又走了，又扫大街去了。秀啊，秀！哎，蔡姨，吃饭了没？哎，还没呢。你说这个头啊，真能折腾咱们。
今儿个说市里来检查卫生，明儿个来检查，你说这都扫了两天，他也不来呀。哎，秀啊，我听辉子说你妈病退，让你接班儿。哦，是。那好啊，这回啊你就不用扫大街了。哪天上班啊？还没定呢。秀啊，这马上要进机关了，怎么还像不高兴啊？啊？我没有。走吧，蔡姨。哎，我听大夫说呀，这个人总这么坐着，容易偏瘫呐。你瘫了，我也瘫不了。你忘了，我是搞舞蹈出身的。你不能总吃现成的吧？能不能帮我干点活？干什么呀？你拿个碗，拿个筷子也行啊。你说你我，哪那么大的谱？叨叨叨，不能一有干点事儿了，叨叨没完，真是给你个更年期。回来了？谁更年期了？你爸。我爸？这么快？给我把这碗筷。哎，你怎么占我位置了？什么叫你的位置？这不这么多位置呢吗？帮你爸干活去，我还没看完呢。去。刚看。看什么呀？都快吃饭了。爸，你知道吗？这男人老干家务啊，干不了大事儿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这男人干惯了家务，就变得过于细致、过于琐碎、过于婆婆妈妈，他怎么能干成大事儿啊？就是。我说啊，我饭菜都准备好了，你们就不能自己动手啊？就等我们喂你啊？啊，好像你们上班我不上班似的。我来。哎呦，我瞧你这埋怨的，我告诉你吧，你明儿啊想埋怨还埋怨不成了呢。明天我们单位发午餐票，改明儿啊我再也不回来吃午餐了。这好事儿这是。爸。啊，有个事儿，你给办了吧？什么事儿？我们学校要盖教师宿舍楼，你给批点钢材呗。哟，你一句话我就给批了？不是，你要什么呀？这平价钢材1200，溢价钢材2400，这上差下差1000块钱了。那我给你批了，他们给你什么好处啊？学校能给我什么好处啊？你不会说想要钱吧？你也太腐败了。我啥时候说要钱了？我是说别的方面。你比方说你们学校评个先进了，涨个工资了，啊？对，最近盖这个宿舍楼有没有你呢？我才当几天老师啊，人家教师分配房子是按工龄算。那我不管。不是，人家怎么这么？俗，是不是？你不说你自己批去，你找我干什么？你找我就是走后门，贪小便宜，少花钱，这不俗。王馆长，怎么着还得八抬大轿抬你啊？哎呦，不就做点面条吗？气儿粗了还。哎，秀那事儿我给你办了啊。怎么成给我办了？嗯，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？我要不是看你对秀好，就冲老赵婆子了。下半年嘛，你们俩到底能不能成啊？
说话能不能含蓄点？哎呦，这面条怎么这么咸呢？咸了，咸了，兑点水。怎么了？不好吃啊？你呀，就别上火了。这秀不接班啊，我觉得也挺好。你就接着上班。你说你五十还不到，你说你退了在家待着干嘛呀？一天还不把你闲死？哎呀，我哪能在家闲着呀？干点什么不行啊？你没听人家说吗？现在造原子弹的都不如卖茶叶蛋的挣得多。那你还能去卖茶叶蛋啊？那怎么不行啊？再说那话都说出来了，不退也不行啊！你别看那屈振云，他说嘴上说不让我下来，其实他心里头巴不得把那窝腾出来呢。妈，你看我出一主意，行不行啊？那秀呢，不愿意接班，那就别让他接了，我去。你去？你疯了？你大学不念了你？我那大学上不上的都是那么回事儿，不就是为了混个文凭吗？再说了，我那大学毕业了，充其量也就是个师范学院的老师，哪有建材公司的工作好啊？你看啊，有权利批水泥、批钢材，还有油水。再好的大学毕业了，也未必分到你们单位去啊，是不是？反正这事儿啊，我想好了，我接。行了啊，你接班。你接班秀干嘛去啊？他不是说他不接吗？行了行了，赶紧吃饭，先吃饭，等你爸回来再说吧。劝劝他，没准他就同意了呢。我不管，反正啊，这班我接定了。我下午就去学校退学去。哎呀，小姑奶奶，你别惹我生气了，行不行？谁呀？进来吧，曲经理。曲经理，哎，曲经理，您出来一下，有话进来说吧。不，我不进去了，您出来一下，我跟您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净捣乱。吃饭也不让人清静了，妈，为人厚道点行吗？我就这样，你还能把我改了？我姥爷都没能把你的脾气改了，我没那么大本事。那就忍着点吧。哎呀，哼！这老张婆子找你干什么呀？他们家这事儿麻烦，你说挺好的事儿。秀不愿接班，让好接。这老赵婆子让我对好说，他接班局里不同意，让他断了这个念头。要不这孩子下午就要退学去。哎呀，你说他们家，他们家这什么孩子都是，真是。哎，佳良，这饭还没吃完，干嘛去啊？我吃饱了。哎，我说你这孩子别管那么多闲事儿，行不行啊？啊，真是的。哎，你说这家人真是搅得嘛。吃吃吃吃，吧了什么嘴呀你啊！哟，佳良来了。赵姨，好在吗？啊，里屋呢。把门关上，跟你谈个事儿。没劲，让我下一下不行啊？什么事儿啊？让我们屈大少爷亲自登门，请坐。听说你要退学了？嗯？消息够灵通的呀，我妈告诉你的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退了学也接不了班。这事儿你说了算了？对，我说了算，这班儿除了秀，谁也接不了。这不成笑话了吗？哎，
这父母退休，儿女接班是国家政策。哦，我妈退了休，秀能接班，为什么我不能接班啊？你凭什么说了算啊？你爸是经理，你也当经理了？我不是经理，可经理是我爸。我给你交个底儿啊，我爸就是因为听了我的建议，才同意让秀来接这个班的。你们家在培养未来儿媳妇呢吧？等等，我还没交给你底儿呢。我告诉你吧，秀恐怕是做不了你们屈家的儿媳妇了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秀应该是做许家的儿媳妇儿。感兴趣吧？你分析分析啊。你看建材公司的工作多好啊，那不比扫大街强多了？可秀宁愿去扫大街，他也不接这个班儿。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吗？嗯，一个院住着，你就不觉得他跟许辉有点那个什么莫名其妙，什么说不清楚的那些？秀和许辉他们之间的事情，那是他们之间的啊。秀应该得到公平的待遇，这是天理，也是人心。正直，太正直了，太佩服你了。可我怎么都不相信，你能正直到说自己心里喜欢的女孩跟别人好了，你都无动于衷？心特疼吧，我给你安抚一下。说实话，心里是不是像有一只毛毛虫在你心里一抓一抓，哎呀，好痒啊！抓个屁，无聊。啊，赵姨，我走了。走了。啊，别太伤心啊！辉哥，哟，你怎么来了家里啊？我想和你谈谈，走，咱们外面。啊，我这手上正忙着呢，什么事儿啊？这儿说吧。好，我想你听说了，赵姨要退休，让秀来接班的事情。啊，我听说了。秀为什么不同意接班？我不知道。请说实话。我说的就是实话。你不要在这儿给我耍哈头好不好？哎。你谁呀？你跟我们辉哥这么说话？哎，鼻子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我们院的邻居家良，叫哥。叫哥，叫哥，叫哥也不能这么说话。我们在谈话，请你出去啊。开玩笑，这是我们地方，叫我出去？出去！活挺大，怎么着？都我。哎，别闹！辉哥，这事你别管，你别管。哎，反正我这个月定额完不成了，打，往这儿打，一下打死我！来，别闹！你打呀，我打呀！别闹，别闹，你先出去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跟我们工人阶级对话，你放屁，尊重点。行了行了，先走。家良，你有什么话直说吧。我就问你，秀为什么不同意接班？我不知道。秀为什么不放弃扫大街？你总该知道吧。我也不知道。那你知道什么？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在装糊涂。你把我都搞糊涂了，这件事情我一丁点都不了解。好，辉哥，我不管你是不是在装糊涂，我要求你，你必须劝秀儿放弃扫大街，到建材公司去接班。如果你真喜欢秀儿，你应该替她着想。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，她怎么可能扫一辈子大街呢？如果秀有更好的人生可以选择，我希望你可以帮助她，而不是往下拉。如果你觉得那样是门当户对的话，那太不道德。你给我站住！你怎么说话呢？你，你说话也太狠了吧！我有那么卑鄙吗？那最好，
我告诉你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啊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这诗你听过吗？啊，狗屁不通，狗屁是不通，你是人吧？辉哥，就这道号人就得收拾。其实他人挺不错的。还没做饭呢啊！哎，啊，老赵，吃什么呀？哎，桂荣。怎么回事啊？醒！秀儿，扫完了吧？辉哥，啊，扫完了。啊，我帮你。哎，秀儿，先别走，我有事儿和你聊聊。聊什么？嘉良下午去工厂找我去了。他找你干什么？他问我，你为什么要扫大街，不接你妈的班？不关你的事儿，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不是我要问啊。谁问我都烦。秀儿，嘉良他现在怀疑我。他怀疑你？他怀疑我，鼓励你扫大街，支持你不接你妈班的。那不关我的事儿啊。你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到底这样吗？我不为什么，我愿意，行了吧？秀儿，秀儿，这不是你心里话。你别拽着我，我要回家。秀儿，你松开！你不说实话，我不让你回去。松开！秀儿。秀儿，许辉，你干什么？我不是诚心的，秀儿。你疯了！我跟你修，我跟你修。你砸我车是吧？好，看，哎，秀，我叫你砸我车，哎、我叫你砸我车，秀，我来砸你车，秀，你干什么呀，秀？砸烂头，秀，我叫你砸，秀，我叫你这样砸，秀，我叫你秀，我要靠他碰海的，秀，砸我车，你冷静点，松手，松手，秀，你放开我，秀，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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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秀，秀，我知道你现在有气，你别砸车。你要砸，砸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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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救人，你救人！秀儿，救人！秀儿，你别委屈，秀儿，别生气，秀儿，我对不起你啊！你要扫大街，你就扫吧，我再也不问你为什么了，好吗？我给你修车，咱们回家啊，走。秀儿，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其实你不说，我心里也都知道。你不愿意接你妈的班，你来接她扫大街，你是在跟自己赌气。你连扫大街都扫了，你还有什么可以不干的？你还有什么干不了的？你就想看看自己能倒霉成什么样子？你姐说你故意要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，让别人同情你、可怜你。你妈心疼你，就提前退休让你接班。我知道你打死都不会接她，要不然不就让你姐给说中了吗？我知道，秀儿，你外表看着这么柔弱，可你心里一直很要强，对吧？我说的对不对？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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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哎呦，水烫啊！你着什么急呀？秀的事儿啊，你也别太着急啊。那孩子呀，他有主意。他要是想通了啊，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这叫欲速则不达。嗯，什么意思？你看，没有文化吧？欲速则不达，就是。办什么事儿不能太着急，着急了什么都办不成。这不是知道吗？这不是。哟，这老两口干嘛呢？大白天的，亲亲我我的。你妈刚才啊，服毒了。啊？嗯。服毒？嗯。什么事儿想不开呀你？别听他胡说。我不是今儿头疼吗？我说找两片止疼片。哎，谁知你爸呀，把那安眠药放在止疼片的药瓶里了。我说吃两片没用，我又吃两片，嗨，哎呦，这腿一软，就在那沙发上睡着了，吓死我得了。你妈呀，老为你们操心呢。哎，爸，嗯，说话公平点啊，为谁操心啊？没为你操心吗？啊？我妈替我操心了。你敢说她没操心？你替我操心了？没有，好最听话了，从来都不让妈操心，是吧？不对，我听出来了，你这话里有话呀。哎呦，你是我亲闺女，我跟你说话用得着话里有话吗？那好，这没操心，我这回就让你们操操心，送你一份大礼啊。什么呀这是？退学？你真要退学？嗯？你还真要退学了你？嘉良也很关心你啊。嗯，他对我挺好的。其实他这人挺正直的，就是有的时候性子有点急，怕就怕别人不理解他。哎，嘉良，嘉良，嘉良哥，他又生气了。好，你别吓唬我了，行不行？我怎么就吓唬你了？你真的就不念书了？嗯，我不念了。本来我也不喜欢念书，那一破走读生有什么意思呀？不行，这班秀儿不去接，你不能接。为什么呀？我是为秀儿退休下来的，你不知道啊？秀儿不是不接吗？对，这你就是不能接这个班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们也太偏心了吧！啊，这秀儿不想接班。你们死活的要人接班，我这想接班的，你们死活拦着不让接班。我不是你们亲生的，我捡来的，要来的，韭菜堆里扒拉来的吧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班我接定了，接是我去上班，不接我还去上班。区政员同不同意我不管，打明儿开始我也不去上学了啊。这事儿你们去解决，你们要不解决，我也扫大街去。我看你们俩女儿扫大街，你们上不上火？哎呀，这小姑奶奶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去。你让她去扫去，哼！别说你去扫大街，你就是去逃厕所，你妈这班你也不能接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我就不能接班啊？你们也太偏心眼了吧！谁不让我接班？谁不让我接？谁不让我来不及？孩子，你再不让我接班，我把整个家都给你们砸了！谁来？怎么回事？姐，你别闹了。
爸妈，我明天就去接班。谢谢辉哥吧，要不是他劝你，你可能扫一辈子大街了，对吧，辉哥？他怎么气儿还没消？哎呀，不好办呐！妈，我走了。哟，嫂儿啊，好，空着手上学啊？要你管！姐姐枪要啊，空着手上学，连书包都不拿。你才吃枪药了呢！我拿不拿书包关你屁事儿啊！我告诉你，许辉，我妹妹现在已经是建材公司的国家干部了，你一个小破工人，最好知道点自己的分量。我是怕你那颗未成熟的心到最后受伤害。好，还不回家换衣服上班去。哎，妈，我真走了啊。哎呀，你姐啊纯粹有病。你才有病呢，你麻风病。耳朵还挺好使啊，辉哥。一会儿我妈就带我去上班。是吗？好。妈，嗯，你看我上班梳这头行吗？行，挺好看的。秀儿，到了单位上有点眼力劲儿啊，领导要什么别等人张嘴，提前就在手边给准备好了，这一说，哎，就送到眼前了，领导准满意啊。要多学东西，人要有本事，没有本事你再会实验室也没用。嗯，少说话多干活，背后讲别人的时候话到嘴边留半句，不可全抛一遍心，知道吗？在外头就得多长点心眼儿啊。为人啊要坦诚忠厚，不能占便宜，占小便宜吃大亏，要善于助人，热心助人，祈福庇护。在外边要学会说话，俗话说拍马屁的就比骂人强，人家要说那煤球是白的，你就说哎呦是啊，比元宵都白，人家准爱听啊。啊，要忠诚守信，思诚者人之道也。别人要欺负你啊，妈跟你说先别搭理他啊，先忍着点，别抓着他，要抓着他就把他弄倒了。嗯，对人要宽容，对人要宽容，嗯，能忍能让的，你就忍一步，让一步，忍一时，风平浪静，让一步，海阔天空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这我说你也说，到底听谁的在这儿？那啊，听你的。这是个老楼，是俄罗斯人盖的。呀，办事儿去啊。过去还是人家俄国人的银行呢，我听说。哦，哎，妈，
别老拉着我，回头让人觉得我是小孩似的。那有什么呀？你就成老太太，妈也得拉着你。来，快，妈。秀儿，来，妈跟你说啊，这一楼啊是业务股、计划股、人事股，那二楼才是妈上班的地方呢。来，走。那小心这脚底下，啊。红艳，哎，快进。哎呦，赵姐来了，这是我闺女秀。是吗？看，叫马姨。马姨，妈上班的时候跟马姨最好了，我就管她叫姊妹儿。快快快快，让马姨看看。哎呀，小的时候啊，马姨见过你，这没几年的功夫都长成大姑娘了。你尝尝，看酸的份儿糖，再来点糖。小咸菜来，自家腌的小咸菜啊，糖蒜辣白菜，五香花生米，您尝尝，这我自己腌的。你买点什么？花生。这是五香花生米。对。你要多少钱呢？才一毛钱的。五毛钱呢？五毛钱就够啊。这账姨。干咸的。哎呦，这账姨。够吧，够了。卖咸菜。五毛钱正好。来，您拿好了，吃好了您再来。咋样？卖的不错吧？不错。找点营生干呗，要不在家待着也是待着。这些咸菜一天都能卖了吧？卖了。嗯，跟你说，这一个月下来挣900多块钱呀。挣那么多，好些是乱七八糟的，还能剩500块钱呢。你说过去我在那物资局干，一个月300来块钱哪够花的呀？虽然说他们要涨工资了吧，那才能涨几个钱，差远了。他赵姨啊，这回你行了，有老宝，这咸菜也卖出去，还能挣一泡钱。这回呀，你算发了。发什么呀？再挣点零花钱呗。哎，我想买个电视机，那个飞利浦的，说比日本的都好。是吗？来，我买了，到时候你来看啊。行。小赵姨呀，秀在物资局上班挺好的。挺好的。小出纳员，一个月200多块钱呢。啊，秀儿有对象了没？你说咱一院住着你还不知道啊？才20多岁，着什么急？就是。秀儿，一块儿的啊。起来吃饭了，佳良。哎呦，我早起来了，都洗漱完了。大清早就嚷嚷。哎，佳良，这饭还没好啊。哎，佳良，你到外头去看看，可热闹了。看什么热闹啊？你出去看看你就知道了。啊？去走啊走啊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去。哎，你别推我，别推我。老屈，老屈，放好了吗？怎么着，哥？我来。看见什么了？
老屈啊，你也该出去看看。看什么呀？看什么？秀的工作是你找的吧？啊。那时候你说嘉良喜欢秀，你才给他找的工作。哎，你现在到外面去看看去，你看秀和许辉在干嘛呢？啊，在那跳绳呢。哎，跳绳了怎么着？说明不了啥问题。哎呦，说明不了问题，他们俩在一起跳绳多亲热呀。就他俩成不了。就许辉家那个条件，咱再说长相，他跟咱们嘉良没法比。我看秀啊也不怎么样，你说和那许辉这是眉来眼去的，真是。哎，嘉良，你有没跟秀谈谈呀？我的事儿用不着你们操心。跳高一点。好。还跳呢？别跳了。刚才人早间新闻都说了，说这个参加这个奥运会啊，这巴塞罗那这些运动员们，每天早上都要吃一个西红柿来补充维 C， 来吃一人一个，来吃完了才能拿冠军。不吃不吃。我告诉你吧，我们俩不用吃西红柿也能拿世界冠军。